我是没有加你好友。对啊，你是不是跟我有心结？抓到，抓到，有，哎呀，那我还找你玩这游戏干嘛？原来，那是趁机会想通死我。看这么 RP 的吗？哎，我跟你是朋友哎。谁说朋友就不能互斥？不是、啊，我说我跟你是朋友，可是我找不到你。啊，真的啊？对啊，你有找得到我吗？等一下哦，好，心结抓到，点头之交，还是你一直把我放在黑名单里面？然后我没有啊。哦、啊，嗯，你是叫啥、啊？就一样啊，阿奇嘛。哎呦呦呦呦，看到了，心结原来在这里。我当你是朋友，你居然。我有兴趣。内麦唱歌王。干嘛用内麦吗？还是？对对啊，人家可以用内麦啊。所以等下把滴滴关掉就是。啊，可以啊，行啊。啊，所以滴那个内麦是按哪里？空白键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啊，你朋友嘞？还没进来吗？还没。还没。哎、欸，你朋友登那个吗？我看一下，我帮他弄。登马上有回音哎、欸。他叫小星是吗？最主要是因为里面和外面一起。啊、欸哦、，OK OK， 好。好的。二啦。谁啦？耶稣啦。演唱会开起来。好了，他应该看得到房间啦。他有在，他在你心里面，知道都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玩游戏。我感谢舌头是第一。写一下。哦，现在不会放。小心。现在不会放聊天室了，因为你们都偷偷躲起来啊，没有。没有啦，我是怕有人乱入。哎、欸，我拿给你那个Steam的那个了，那个好友嘞。好友，请务必不要跟我有心结。我的聊天室现在是先关起来，刺起来之后要等一下、喔，是不是还少一个？需要关掉聊天。对啊，那个邪邪哦，还没加入，心结抓到。他最讨厌的就是学姐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怎么加入？等一下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因为我的影片之后如果要搬去大陆那边放的话。因为他们聊天室这东西管比较严，所以要搬的话就是两边都不要有聊天室这样子，懂吗？就干脆不放了。而且有时候我真的后置到后面聊天室真的有点滑。不常玩游戏的一个差距，你知道？常玩游戏唱歌台啊！你呀，真的歌手呢？我学妹就歌手。有游戏台才是我这种啊！真的。哪像我只能当卫星自走炮，笑死！有了有了有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看到。哎，心结，不是、啊、他刚刚进入动画还不给我跳啊？啊，有了，我看到，还有密码、哦，55688。这是工商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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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自助性行销啊，那个66131哈，在轨道的什么什么小心，你有加我Steam好友吗？我没有看到，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以为他要说下一句是你谁？再哭一次，我这点血跟耶稣进不来。有送邀请给小心人，你稍微有咩？我邀你的好动画哦，好。为什么你有这种动画，我都没有？你有偷开啊？对啊，你我哪有偷开？我哪有抓到？我偷開这我当啊，我好像当时买的时候我装，我就没玩了。哦，是哦，嗯，没有，我没有玩过。你是不是偷猎？没有偷练欸，这我真的没玩过啊，我不会玩 PC 游戏啊，真的。真的、哦？啊，你玩的是什么？ 啊你 RP 玩的是什么？我就只有那一款 PC 游戏玩那么久，按那么多键盘。你是不是没朋友？
我不喜欢跟人家交朋友。他喜欢跟垃圾桶交朋友。不是，我你有没有选区域？亚洲。我喜欢自己打 PS4 可以吗？换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有勾勾的，为什么不直接用组队时光的？有啊，这一次就是那个麻衣讲说有什么要用什么组队时光要来试一下。对啊，来立马试一下。我怎么没有已经用了？已经用了？要怎么？我不会弄。怎么组队啊？哎，叫什么啊？我有看到那个狼位啊，然后嘞。有了！哦，原来你叫那个毛哦，直接开始哦，就开始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所以去哪里？先关麦吗？好，关 DC 的麦吗？嗯嗯。然后空白键按空白键发话吗？是。好好。是啊，现在有谁在开台啊？我。啊。哦。我没有哎。等等啊，那个还有一个谁？那个叫啊？那个毛在这边。繁星有开吗？有。啊哇哇！好谁？哎，学长，你有没有开？学长。好好，你们，好好好。你要干嘛？嗨。我知道了，等一下再补。哎，开始了哎。听得到我讲话吗？有啊有啊。我们现在要开始收集物资啊，然后发电站需要修理啊，我们才可以逃出去啊。哎、欸，我是一个胖子哎，好帅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 DC 的声音，可我脸很好笑、喔。这个可以自己念吗？要怎么知道自己是背叛者啊？左键，这是干嘛？你的拳头怎么硬的跟石头一样？在干嘛？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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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饿死。哦，我右上角，我是幸存者，啊，哎，然后 Q 回 KI， 哎，声好小声哦，有人在喊救命！怎么了？化身神魔术！怎么了？快点修理！要出这个电路板！啊！对不起！我在打树，你不要。哦，原来打树不能一起打哦，这么自私哦。不是啊，这棵树只有我能打、啊。这树不能一起打、啊，这么自私。好朋友就应该不要抢彼此的树啊。有失误了。哦，所以你身上的什么那是自己的、哦？什么？没有啊，可以分，要分啊，分给你们啊，啊，不然要怎么活下去？啊，修东西去哪修啊？为什么你们都有武器啊？我这是木头哎、欸，木头。我有冰块、欸，我想要木头、啊。
欸，他可以投票把人家赶走，欸，好坏哦。对啊，就是。那我们来投蚂蚁啊，我们来投蚂蚁。敢投我？阿毛一定是。欸，你怎么十字弓？阿毛一定是。开玩笑的。来，谁投我？来。没有了，大家好朋友呢。哦，又变好朋友了哦。我不能吃树，我不能啃木头吗？要不要吃莓果？谢谢。他只能丢地上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不要！怎么救自己？我可能死了。你怎么体力那么低啊？哎，有肉。我也回去一下，快冷死了。完了！我靠，差点死掉哎！可是我没有东西可以吃。有然后有。我有，在哪里？在上下左右。右下角一只熊，右下。哎、欸，有捕熊夹可以做。可以打吗？可以。龙之我不会玩。啊、白痴啊！我去打。你要干嘛？就一直捡物资这样。那去翻那个电路板啊，快点去翻吃的出来。翻吃的出来。缺电路板啊，要14个，快点去翻垃圾桶。哦，电路板哦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物资吗？物资箱吗？空投！哇！空投！哎，空投，快，在哪？地图上。我们可以跑步加速吗？干嘛？对，可以要一个。太远了吧！这会冷死吧？哎、欸，干嘛？哎、欸，对，那我要换位置哎、欸。看这边。你们要干嘛的？哎、欸，我的木头！快捡回去啊！有人听到我说话吗？怎么了？有温暖吗？有人听到我说话吗？我就火炉前面烤火啊！可不可以借个食物啊？
就我。在哪里？救命啊！我们要怎么回？哦，找到了，找到家了。看，我一直找不到地方回家。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上面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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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这边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要怎么踩石头？可以用空拳去打石头。齿轮怎么拿的？哎、欸，真的，那边有熊还有狼哦。哎、欸，那个齿轮是哪里拿的、啊？然后刚刚被熊攻击啊。刚鱼尾超后面的，不是一只血超后面，他拿枪打熊，我差点死在那。超可怕的，我刚枪哎，我刚刚想说用看看什么是通道口，然后一用，一只熊冲过来。然后被熊攻击啊我。这个啊，石头啊。要怎么取消东西呀、啊？我现在没办法回拳。对，你有武器吗？不是，你有吃的吗？我刚刚有吃一点。OK， 我现在没办法回拳、欸、你把你空拳吧，你先按 Q 把东西丢地上吧。可是后来那个箱就不见了、欸。哦，吃掉。傻眼。OK， 有熊，有熊，有熊。你不煮一下再吃吗？可以煮、哦，哪里煮？这里吧。瓦斯炉。我靠！我一个铁拳无敌孙中山啊！我操！那你要用铁拳打熊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啊，电路板要怎么用啊？我手上有了。然后呢？24个，就充电灯啊，在右上角。好好好，哎、欸、靠，我没有木头啦，我要做东西。这个东西，我要木头、欸。我放在地上了。有那么多的木头吗？啊，放地上了。在哪里？小屋里面。好。哪里、啊？中间啊！我、哦、靠，你真的是有够胖的。怎么样啦？看不到是不是？对啊，看不到我自己小鸡鸡了。为什么背包一满？不是啊，我要做东西，你跟我讲背包一满。哦，小气呢。丢一些掉啊。哦。斧头了，我斧头了，繁星，我们来互砍，快点！砍什么啦？捡木头啦，捡木头啦！不是现在捡木头干嘛？做那个啊，电路板啊，电子废料、废物。木头做电路板？它木头加矿物可以做一个电路板啊。哦。可是包包好小哦。哇！啊！救援载具已经出发，不，我们到底要干嘛、啊？救援载具什么东西？安安安安，啊！我们现在要干嘛、啊？到底？哎、欸，地上太多东西了吧？所以我们还要再去采矿，是不是？
我们还得去采矿。要先修好那个吧，发电站。啊，我现在发电站。三片主机板。谁想贵主机板的？右上角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。啊！小屋上面一点点而已。哎、欸，这尸体是没办法收了，为什么还不弄那个消失？他想死的有一点尊严吗？哎、欸，还缺几个那个电路板，我拿了好多冰块回来。要怎么修啊？我刚自己做了三个。我身上有三个，我怎么修啊？我也看不懂，我也看不懂。不是啦，不是那个啦。这个是主机板吗？这是主机板吗？到哎、欸，我不，这是发电机吗？不是，还是因为我没有发那个。它很大一座、哦啊。不是这个、哦。我先采矿。来行来行，讲话。你往后面跑，这边这个才是。后面是哪里？我这边，你要看到我。我怎么知道你在哪？这边啊，这边。哦。这个。啊！电路板是放哪里？走进去。哦，我先回去做电路板。在这里，我有，差九，我有，你有九个，三个，差六个。你在干嘛，耶稣？你现在在干嘛？差三个，就要回去做那个电路板啊，不是吗？快点，差三个，冰块已经有三个了，快，大家快消耗它，走。哎、欸，发电机那边有熊。不是那个吧？我是那只吗？这个有没有往左下角走？那这是熊？不是，这是鹿。那、啊、可以杀吗？这是什么？好奇怪、欸。这边有箱子吗？哇！那边有熊，叫我。不是啊，他们刚刚在尖叫。没、欸、有啊、欸！暴风雪啊！没有，家在哪？家在哪？回家。看到了。这边。好冷。看来大家都找不到回家的路哦。哎、欸，配方有煮熟的人肉哎、欸。法师，如果我们没有食物，就请你牺牲了。别啊，还有人在外面啊！我们先从没进来的吃起啊。他一直快回家。现在是谁在外面？你在哪？不，熊在哪？上下左右？右下。哇、哦，外面好恐怖。为什么不放箱子呢？等我一下，我包包满了、喔。另外三个是都已经回不来了吗？不死在外面啊！孩子快回来啊，孩子！
雨好大。你一讲就停了。而且我是说雨好大。快点，最后三十分钟好了。是放放。谁要去？谁要去？不是降降温降得好快，我他妈的。我抽的人肉是不是代表我们有人死了啊？在外面很冷的，降温降得很快啊。可怕，真是有人死啦、啊！我看到奇怪的东西。哎、欸，蚂蚁是不是没讲话、啊？死了吗？是死了啊！天啊！哎、欸，到底我们一定要？哎、欸，我们要小心啊！天啊！我觉得小心跟蚂蚁的声音不见了、欸。不见了，已经很久没听到了。哇哈！熊熊熊熊熊！哦，熊熊熊！我把熊引过来，我跟熊单挑，过来，过来！发电站修好了吗？杀三个，杀三个！啊，我来看。我们现在剩几个人啊？小心在屋子里啦！小心在屋子里。肉超多哎、欸！你不能讲话吗？打死！哦，好吧。那我回去放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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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所以我说那三个电路板呢，有没有人做啊？我不是有放在里面吗？怎么会不见？他三个啊，谁偷走了？漏哦。这有人偷走了。都漏哦，大家来吃。我们现在剩谁、啊？你既然要请也不请，是？还差一个冰块，两个木头，快点，快点，行动，行动！欸、我有两个木头，我有两个木头。那还差一个冰块。箱子里面很多啊。没有，剩一个。这边外面一个，哎、欸，是这个吗？这是石头。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饿，饿到在扣血。他不是有那种三个人才可以进去的房间吗？还是四个人、哦？那个是三个人才进去的、哦。因为你走开，他就按掉了、啊。哦，那等一下上去啊，房子左上角。一起去。木头，两根木头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个兽皮能干嘛？我放下。兽皮可以做包包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感谢学生在续订。太多了吧，兽皮。教主安安。要那么多兽皮，我还要去打熊啊。嗯。